萌妹模特助阵 ，C 罗官宣加盟，一天卖出球衣52万，皇马瞬间掉粉100万。北京时间7月14日，尤文图斯官方宣布，他们今夏最大的收获足坛巨星 C 罗将在7月16日正式亮相于尤文图斯。据意大利媒体报道， C 罗的球衣在开售后第一天卖出了52万件，其中网上订购量为50万，线下商城卖出2万件。根据尤文官方网店显示，新赛季球员版球衣售价约为90欧，加印球员名字和号码收费15欧元，即一件印有 C 罗名字和号码的球迷报主场球队售价为105欧元。球员版球衣售价要贵一些，加印名字和号码之后，总价约为138欧元。即便只按球迷版的售价计算， C 罗球衣首日的销售总额就已经达到了5460万欧元，相信52万件中还有相当数量的球迷购买球员版，总销售额恐怕已超过6000万。这么一算，尤文签 C 罗的钱一天就要回本了。反之，皇马官方账号的粉丝骤减，已经掉粉100万人。有意思的是，有一个小姑娘还为尤文助阵，小姑娘光着肉嘟嘟的小脚丫站在地上，开心的穿着 C 罗签名的球衣，在镜头前摆起了各种姿势。这件球衣穿在小女孩身上明显就是一件大号的睡袍，但是小姑娘却一直开心的咧着嘴笑个不停，久久都不愿意脱下来。